拒絕盲目跟從，堅持聖經公義。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教頻道門徒頻道。好，歡迎大家收看門徒頭條。我是 Harvey， 門徒頭條是一個基督教的節目來的，每逢星期四的黃昏六點鐘會播出。我們主要會講一下最新的教會或者香港的一些事件。今天有什麼講呢？今天呢，第一次呢，我們就教會的就會講回最近這幾天一個非常之熱門的題目，就是見到神學院呢搞了一個流散，我幾乎想講蛋散，不是蛋散，是流散與照明的一個 MA 的課程，在教內都引起了很多的討論。而第二節呢，我們就會講一下最近這幾天東航嗰單神秘嘅空難啦，咁都係一個好熱門嘅話題啦。咁最後一隻都係呼籲大家要課金支持我哋門徒事工啊，因為呢一個月嗰個嘅課金情況就唔係話太過理想啦。咁而家得翻最後呢個禮拜咧，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咁樣嘅。好，咁啊，先講翻見道神學院先啦。嗱，咁咧，前嗰幾日啦，咁啊，見道神學院就公布佢哋就會舉辦一個叫做《流散與照明》嘅文學碩士課程，即係 MA 啦。咁我哋睇睇個熒光幕先啊。嗱，咁咧呢一個嘅課程咧就有12科嘅，咁一共36個學分啦。咁原來咧，總共咧都要成學費45,000+咁樣噃。咁啊，包括有6科嘅必修科、6科嘅選修科啦。咁其中咧，佢就話海外華人教會嘅建立咧，就由本院嘅老師就做統籌，咁就會揾一班海外有牧養經驗嘅牧者同埋宣教士咧，就做呢個教學啦。咁就討論下、探討下點樣去幫助建立海外嘅教會啦。咁啊，而呢個嘅修讀嘅模式方面咧，就係、是、以一個即係都係 online 啦。佢話全新網上網模式，咁點全新法咧？咁啊冇寫嘅。咁啊，你話 YouTube 啊、Zoom 啊呢啲都已經好耐噶啦，都唔係新嘅嘢啦。咁唔知點樣新法啦？講真真係。咁啊，另外咧就會係係啦。哦，咁啲仲有咩嘢啊？哦，係呢個課程咧係5年嘅，5年都幾耐下。咁咧佢有4輪嘅修身，咁係每年7月、11月、2月同埋5月啦。咁即係講緊每季咧都有新嘅課程去開辦咁樣啦。咁啊，有啲人就話咧呢一壇嘢就好 marketing 啦，即係見最近呢2年咧，好多海好多牧者都叫做離開咗香港啦，移民啦，或者總之去咗外地嗰度繼續做呢個嘅教會工作啦。咁亦都好多人打算係會離開香港嘅，咁所以就搞咗個咁嘅課程咧，就重拾一個嘅堅力啦。咁有人話咧，呢個咧係見道神學院嘅拓展總監啊葉松茂博士搞嘅，咁啊資料就唔係好夠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費事去揣測咁多咁樣啦。咁啊搞一個嘅課程咧，但就俾人鬧得好緊要喎。點解咧？就因為咧已經解散咗嘅香港教牧網絡發起人啊，阿黃少勇牧師啦，咁就喺面書啊禮拜一嘅時候咧就發表咗一個嘅貼文。咁其實就唔單止阿黃少勇牧師提出嘅，咁其他一啲去咗海外嘅教牧領袖啦，咁都有提過呢件事嘅，提出質疑嘅，例如包括阿歐春麗啊，或者阿黃仁福啊等等，即係佢哋都有去質疑咁樣嘅。咁只不過黃少勇牧師呢一個嘅貼文咧，引起嘅迴響就會最大咁樣啦。咁佢就公開向見道神學院就提出3個嘅問題。第一就係話嚇，你咁都可以開個 MA， 買樓就話要 location 啫，嚇讀神學都要搞 marketing。 咁第二就話當初唔係見道嘅人鬧移民嘅人鬧得最兇狠嘅咩？第三就係話當初見道嗰啲人啊，唔係話講
離港的人就無權再講香港咩？咁你見到而家又憑啲乜嘢去講流散啊？好，咁我哋翻嚟先咁樣啦。咁呢一個嘅貼文啦，或者話佢哋幾位嘅貼文啦，喺禮拜一發表咗之後咧，簡直咧喺整個教會信徒嘅圈子裏邊咧，都係非常之轟動啊！因為無論啊黃少勇啊、黃仁福啊，或者歐春麗啦，呢幾位咧，即係佢哋近呢幾年都係喺教內非常之活躍啦，亦都有好多嘅讀者啊或者聽眾啦，咁所以係好多人去加入呢個嘅討論咁樣啦。即係如果佢哋唔去講呢件事嘅時候咧，我相信咧都冇人知道見到係搞一個咁嘅課程咁樣嘅。嗱，我就讀下幾個啦，一啲佢哋嘅留言啦，我都覺得係非常之精彩嘅。講真，例如黃仁福咧，佢就話啦：離港嘅就冇權再講香港，留港嘅就成為咗守護者，嚇咁就自然有權批評離港嘅叛徒啦。哦，但守護者咧就開恩憐憫啊，要拯救迷失嘅羊啦，所以而家咪俾你一個大罪立功報讀嘅機會咯。放心，會好多人讀嘅。咁大家睇得出，就當然係確啦。呢一個就係咁咧。啊，黃少勇就即刻回又應佢，佢就話：啊，你啱。咁我哋不如一齊報名，揾埋春麗同埋阿紅木。即係洪國軒牧師啊，一齊讀咁樣啦，係啦，即係大家知呢四個人就非常之 friend 咁樣噶嘛，咁啊加上佢哋都係差唔多喺兩年前嘅時間就被迫要離開香港啦，咁佢哋而家就講到明係啦，即係啲離開咗香港嘅教牧傳道一齊讀翻見道嘅呢個流散課程都幾幽默咁樣啦，咁啊歐春麗又加一把口就話：喂！是不是二人同行一人免費先，或者有現金回贈、學分回贈都殺咁樣噃？係啦，即係佢話：喂，如果你黃少勇同埋阿黃仁福你哋都報嘅時候，咁就不如二人報讀，一人免費，係咪？咁我免費啦。咁啊，洪國軒就話啦：啊，佢哋應該開個極權與召命嘅課程啦。如果佢哋咁嘅話，係啦，咁就直情係串呢個嘅建道神學院啦。咁啊，去咗台灣嘅周延成傳道就話啦，話點都唔會離開香港嘅前院長都離開咗，唔解話點得啊？係講緊阿梁家倫啦，即係而家建道嘅榮譽院長啊，係啦，因為佢而家就擔任呢個以大理華人神學院首任嘅院長啊嘛。咁啊，仲有啊雷敬業啦，即係中神教授就話：啊，不如你哋幾個建道畢業生自組建流散之道神學院啊，更加有吸引力咁樣啦。咁去咗英國嘅胡志偉牧師咧，都嚟湊下熱鬧啦。佢就話：我咧就一定唔會鼓勵去咗英國嘅信徒就讀啦。我就早已經講咗，要讀就喺英國、台灣、加拿大本土讀翻當地嘅課程咁樣啦。嗯，係啦，咁啊，胡牧師都係比較一個正經嘅人啊，咁唔係好識講笑嘅佢。咁啊，仲有喺美國嘅張國棟博士都講喎。這是很怪的現象，有些人認為離港或者不在香港的就絕對無權講香港的事，但留在或者留在香港的就可以暢所欲言天下事，美國的大選關他們事，俄羅斯烏克蘭打仗又關他們事，而他們的判斷呢就一定是最精準的。開一堂是可以，但做整個 MA 的 program 呢就好懷疑究竟有啲咩特別嘅內容啦。咁都係嘅，用呢個咁嘅 title 去開 MA 呢，究竟夠唔夠料呢？因為除咗你見到頭嗰兩科真係直接同呢個流散啊、建立海外教會有關之外呢，咁其他嗰啲嘢都係白搭㗎喎，講真係。係啦，咁結果係點呢？喺即日啊，網上邊咧即刻咧有人去惡搞呢單嘢喎，係非常之搞笑喎。嗱，我哋睇睇熒光幕先啦。呢個真係有趣啦，呢個叫做
蛋散雨照明啊，系啦，人哋流散雨照明，佢就即刻搞咗个蛋散雨照明啦。唔知咩人搞嘅，但真系非常之有水啊，有趣啊，真系文学硕士啊课程啦、啊，啊搞笑啊！有啲咩必修课啊，叫做啊呢、這个嘅蛋散神学啦。仲有咩啊？如何食蛋散啊？厉害啊！真系，跟住哇，犀利啊！二拣一嗰个先好嘢，蛋散人生啊，兼且或者踩人成长系啦，本来就叫个人成长或者照明人生嘅，变咗蛋散人生或者踩人成长，真系非常之有创意啊！真系，跟住仲有咩啊？识经学就变咗呢个抽水式经学啊，系统神学而家就变咗人血蛋散学咁样啦，真系有趣啊！好，翻嚟呢度先咁样啦，嗱。咁啊，講曬成個背景咁樣啦，咁呢壇嘢咧，咁啊見到當然係俾人鬧到爆咁樣啦。喂，因為好簡單啫，真係講緊上年嘅時候，無論講緊阿梁家龍榮譽院長或者阿陳偉安教授，都係公開喺唔同嘅場合嗰度去鬧嗰啲離開咗香港嘅教牧係冇咗個照明啊嘛。话佢哋唔应该走啊嘛，抛弃咗啲羊咁样啊嘛，咁即系你哋系唔赞成香港嘅教牧离开呢样嘢啦？啊，点知你哋而家就即刻搞翻个课程噃，仲要去教啲嘅传道人，教啲嘅牧师点样去海外嗰度建立教会？咁讲唔讲通啊？讲真，成件事就绝对系讲唔通咁样噶啦，真系嗱，唔系老屈佢噶噃。嗱，喺上年五月啊，即系唔够一年之前啊，首先咧就系阿梁家龙率先发炮噶嘛。嗰阵时佢哋见到神学院同埋旺角浸信会搞咗一个献身讲座，就由阿梁家龙咧就亲自主讲嘅。佢咧就讲呢个嘅潘霍华咧。就借潘霍华咧，就去嘲讽嗰啲离开香港嘅教牧系点话，话佢哋啊冇准备写呢个嘅狱中书简啊，仲要走得快，好世界咁样啊嘛。佢仲系咬牙切齿咁讲话，我同我一家人咧就唔会走嘅，我哋会离开，我哋会留喺香港，同香港人一齐承担香港嘅荣与辱。见证上帝在香港奇妙的作为，哇！真的讲到非常之感动，令人觉得哇，这个梁家龙真是犀利。点知一个月之后，是讲紧一个月之后，六月的时候呢，他就正式以这个意大利华人神学院的院长身份向教内发出这个的筹款信。你一个月之前还讲到明自己抵咬点打都唔会走㗎啦，我宁愿松到咁大剂㗎啦。啊，点知一个月之后你就话我而家去意大利嗰度做呢个华人神学院院长。喂，点讲通啊成件事。即係人哋去咗外国牧养呢就冇照明嘅。你梁家龙呢就有照明嘅。系咪咁样呢？咁讲起梁家龙啦，咁原来佢嗰间意大利华人神学院呢啊，下个月12号呢就正式落成啦，兼且会举行一个落成嘅典礼。咁到时呢仲喺呢个嘅网上面 YouTube 呢嗰度有直播嘅。咁嗰条 link 呢我哋门徒媒体网站今日呢就有个报道嘅。咁大家如果当日12号夜晚8点钟係啦，呢个落成典礼係夜晚8点钟开始嘅。咁啊，记住，到时候我哋就一定要上网去观看啦！真系今次就要恭喜下阿梁院长再做翻院长啦！咁当然我哋一定要留言祝贺佢啦！讲真系咪先？嗱，咁啊，除咗呢个嘅梁家龙之外咧，咁啊，陈伟安啦，阿粉红陈啦，佢上年九月咧系猛咁追击嗰啲去咗外国嘅教牧咁样噃。嗱，我哋睇睇個熒光幕先咁樣啦。呢個咧就係佢喺上年九月三號咧發嘅第一個貼文啦。咁當時咧佢係不點名 p
批評香港教牧網絡的發起人，包括黃少勇、楊建強和胡志偉牧師等等，因為講緊香港教牧網絡那二十幾個發起人有去了外國的，是主要這幾位這樣。他批評他們什麼？缺少認送教會繼續存在的勇氣，又說他們有教會的理想，怎知自己今天就離開了先這樣。這個就是第一個貼文這樣啦。然後第二個貼文他又怎寫呢？好，等一等先，大家等我找回第二個貼文先。這個就是第二個貼文啦。第二個貼文呢都是同一個月，隔了十幾日他就發出的了。他寫了一篇很長很長，又講潘霍華，又講這個的巴特這樣的。但主要是怎樣借這篇文章啊，他講緊個人不在這裡啊，做什麼都沒用啦，隔住個海岸啊，講什麼都沒有意思這樣啦。這個就是陳偉安在上年九月的時候呢去嘲諷黃少勇、胡志偉牧師、洪國軒等等這樣啦。我覺得一件事就是說現在見到這個這樣的流散課程會由什麼人去教呢？因為剛才講到明嘛，他有一科叫流散神學嘛，那什麼人去教這科流散神學呢？會不會由粉紅塵去教呢？如果由粉紅塵去教就真的搞笑了。講真，一個在上年還不斷去罵香港教牧會離開香港，說他們是沒有召命的，說他們隔住個海洋講什麼都沒有用的，如果由粉紅塵親自去教這個的流散神學呢，我就覺得真的非常之搞笑了。那另外呢，那科怎樣去建立海外華人教會，會不會就是由梁家倫自己去教呢？那合理的喎，他那間的意大利華人神學院下個月就正式去落成了，去招生了，開學這樣了，那他還是院長添。那其實還有幾還有兩位的，連埋他總共三位見到一些退咗休的教師呢，都是這個意大利華人神學院的。哇，那由他們去教返就非常之好這樣了。哇，那整件事就 perfect 了，講真係咪先。那我就明白點解他們會搞個這樣的課程喺度啦，真係。喂，即係我覺得呢壇嘢呢唔單止係話中狐狸標咁簡單啦。你想想，他們在上年的時候，一個就是榮譽會榮譽院長，一個呢就是副教授，還是講在劍道很有名氣的一個教授，是不斷是指罵正所謂去抽水那些去了外國的被迫要流散的教牧，說他們這樣是沒有召命，不夠勇氣，說他們拋棄了羊的去了外國，誰知轉頭自己就搞個課程出來這樣。我覺得這件事真的不單止中狐狸標那麼簡單咯，我是不懂得去形容這樣，即是这是第一样东西啦。第二样东西呢，我是会去想究竟呢这个课程呢，其实他见到搞来呢是想给什么人去报读这样的。究竟他是想给一些去了外国的教牧啊传道去读啊，还是说给回本地香港的人去读这样呢？嗱，即係嗰啲話呢個課程啊夠唔夠質素啊？話佢得嗰兩三科係直接同呢一個嘅流散有關嘅嗰啲，我就唔講個質素住先咁樣啦。我就問翻個好基本嘅問題，就係究竟個課程係俾啲咩人讀咁樣？因為我諗下嗱，如果我個人本身唔喺香港，我已經喺海外嘅時候，咁而我又諗住喺我處身嘅地方，將來去報去教去牧養的時候，那其實我咪可以在翻當地嗰度讀報讀神學院讀翻個課程咪得咁樣咯？點解我又特登要透過網上在香港見到神學院嗰度讀一個課程咁樣呢？因為講緊無論英國
嗱，咪意大利都有啦，咪先嗱，意大利嗰度梁家龙都已经开学啦，佢嗰间意大利环神学院下个月就落成啦，咪先。咁如果我意大利嘅时候，我谂住喺意大利嘅去做牧养教会，咁我咪直情读翻梁家龙嗰间意大利环神学院咪得咁样咯。我喺英國嘅，或者我喺台灣嘅，喺加拿大嘅，喺美國，咁當地都有噶，係一定有嘅喎。咁點解我唔喺翻我當地揾一個適合嘅神學課程去就讀咁樣咧？去牧養翻將來嗰度嘅信徒咁樣咧？要特登翻，特登透過網上喺香港讀個課程咧？喂，呢樣嘢完全係唔明白嘅喎，講真係咪先？同埋講真。見到呢個課程，頭先佢都講到明啦。佢係揾翻海外嘅一啲牧者去教嘅啫嘛。除咗個課程係由本地嘅老師去所謂策劃之外，佢都要揾翻海外嘅老師嘅噃。咁嗰度已經有人啦，咁我咪上翻佢哋嗰啲 course， 上翻佢嗰個課程咪得咯？點解我仲要特登喺香港嘅報讀咧？係唔啱咁樣嘅喎，真係。好啦，咁如果我個人喺香港嘅時候，喂，咁好簡單啦，我。如果諗住可能我第時要移民英國、移民去台灣嘅時候，咁我咪直接喺當地揾一間教會去請咗我，咁咪得咁樣咯。其實大家知啦，喺過去呢兩年左右啦，好多香港已經走咗嘅教牧，佢哋都係咁樣噶嘛。喺移民之前嘅可能因為而家大家知道科技其實好進步噶啦，咪 send 啲 CV 哇，你哋請唔請人啊？或者我有興趣去應徵啊，等等咁樣咯。好啦，咁如果嗰度當地嘅台灣啊、英國啊，或者呢個嘅美國啊、加拿大請咗你嘅，咁我咪買機票跟住咪走人咁樣咯。喂，好多係咁嘅模式咁樣噶喎，我就真係未聽過，又要另外再進修多個 MA 啊，或者讀多一個課程，然之後我先要啟程咁樣啦。咁同埋我講緊嗱，你呢個係一個 MA 啊嘛，即大家明白，你係首先要讀咗一個普通嘅學士課程先，即可能唔知神學啊，定係嗰啲咩課程先。嗱，咁起碼嗰度你都三四年嘅時間咁樣噶啦。咁頭先提過呢一個咁嘅 MA 要讀幾耐話？要讀五年咁樣啊嘛。咁即前後要讀八年、九年嘅時間。嗱，即係頭先講嗰啲嘢咧，係針對翻如果佢本身已經係一個牧者或者傳道人啦，佢喺香港啦要離開，咁可能就會講唔通咁樣啦。咁如果我係一個平信徒嘅時候，我喺個平信徒嘅時候，我係諗住將來要去到外國嗰度去牧養嘅時候，咁我會唔會嘥成八年九年時間呢？即係你明白喎，我唔係話讀個 MA 即刻讀 MA 嘅喎，我首先要讀咗個學士先啊嘛，即係變咗我又要首先用咗三年或者四年時間讀完，然之後我再用五年時間去讀呢個咁嘅 MA， 咁前後八九年有冇人咁樣做呢？所以我係諗咗好耐，究竟乜嘢人會去咁樣去，即係真係有需要讀個咁嘅課程啊！講真一句，我覺得成件事係完全多餘咯。即係我覺得搞呢個課程出嚟係好多餘啊，係個名好似叫做好吸引啊，叫做有啲堅密咁樣啦，但實際上係冇用咁樣嘅噃。睇先啊，Dominic Wong 話我支麥好大回音啊，係咪啊？你等陣先啊！而家好唔好啲啊？如果再有回音嘅，你先再話俾我聽咁樣啦。係啦，所以我想表達就係話咧，我諗下諗下呢個課程咧，完全係多餘嘅喎，係冇人會有咁嘅需要去讀嘅喎。如果我喺海外嘅時候，我人已經海外嘅時候，我讀翻當地就搞掂噶啦。如果我喺香港嘅時候，喂，我咪直接。去外國找間教會話請我的，那我然後買機票走咯。好像以前恩福堂的譚子信牧師都是的。譚子信牧師的時候他說本來在海外有兩間教會請了他嘛，那有一間他覺得跟他那個恩賜是比較相似的，那所以他就揀了一間，跟著就移民走了這樣咯。走咗噶啦，佢已經咁，佢使唔使讀埋啲咁嘅 MA 啊？咁啊，梗係唔使啦。因為講到尾，如果海外啊，我哋講緊華人教會嘅
其實講緊咩嘢啫？就講緊喺呢兩年裏面一啲已經係離開咗香港去咗海外移民嘅香港人，佢哋喺當地，佢哋亦都有翻教會啊嗰個嘅需要，咁所以佢哋嘅教會就希望揾翻一啲嚟自香港嘅牧者啊嘛。咁主要就因為哦，你要牧養翻啲由香港嚟嘅移民嘅。咁當然揾翻啲由香港嚟嘅教牧，大家同聲同氣啦，或者嗰個所謂共鳴啦、language 啊，會係叫做夾啲咁樣啦，係咪先？咁佢哋教會請人嘅時候，都唔係睇下你有冇 MA 㗎，係咪先？主要就睇你係唔係喺香港有呢方面嘅經驗咁樣咯。咁所以我完全唔明白呢個咁嘅 MA 課程搞嚟做咩嘅啫？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我比喻嘅時候咧，佢係似咩嘢咧？佢係似周星馳啊！國產007啊，嗰支太陽能電筒啊，即係你要用另一支電筒打開佢，照佢，佢先能夠開嗰支太陽能電筒咯，係完全多餘噶，整個課程嘅設計係多餘噶，我係諗唔到有啲乜嘢人會去讀個咁嘅課程咯，真係講真句，唉。好嗱，咁啊呢一节咧就早少少完先啦，因为下一节就比较多嘢讲咁样嘅。好，咁我哋就大家等一阵间，我哋就再翻嚟同大家继续咁样啦，唔好走开啊！请大家继续支持门徒媒体，透过 PayMe、PayPal 转数快或者八达通银包，货金俾我哋。